有时候我好羡慕童话故事中的主角，因为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美满的结局，但是实际上人生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。我几乎不分昼夜，辛苦地为生活打拼，可是女人始终也渴望拥有自己一个美好的家庭，但是往往渴望与事实都有好大的距离，而我却在婚姻后带给我生活更大的压力。啤咩？攞钱嚟啦！你啊，叫你老公唔好赌咁大啊！你估我等下同你收钱咩？依家系咁啦。我真的过得好辛苦。老公，你可以不可以不要再赌了？你知道我还钱还到我怕吗？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拿来！不准来！这个是我给孩子的。叫你放给孩子！我叫你放！不行！不行！放手啊！为了孩子的将来，我宁愿放弃这段婚姻。可是明天的我依然要走着坎坷的路，家庭破碎也开始让我身心疲累，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方向。就在这时刻，Hello， 你最近在忙什么？都在想办法咯。我们都知道你的婚姻状况的，才两年没有见你憔悴了那么多。唉，生活压力真的很大。怎样都好，女人一定要有自信，这样子的话才会有信心。最近我们都加入了一个平台，在这个平台里有很多单亲家庭，会员们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信心和方向。下次有分享会的话，我们大家一起去。嗯，好的。于是朋友就带了我来到这个 UDNL 所创办的敢于爱分享会。大家好，我是 DNL 的创办人陈美娥，欢迎大家来到 DNL 创业交流平台。谢谢。DNL 的成立是要让社会上的弱势团体有一个创业的平台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从中我看到这个平台拥有互相扶持的文化，而且这种归属感给予我一股爱与勇气的力量。谢谢大家。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加入我们的平台，你一定找回你的盼望和你的未来。欢迎你。他让我放下疲惫的自己，重新走向人生光明的里程碑，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希望以及梦想。童话中的幸运女神其实是无所不在，这个平台给予我一种永不熄灭的力量，让现在的我成为童话中的幸运女神。把敢于爱带给身边需要机会的人。Me, I can fly.